你能包过。好，谢谢。黄葡萄，电话不接，短信不回，现在这又是什么意思啊？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干嘛。哎呀，前两天好像还有人坐在这儿一起喝酒来着。说实话，我是蛮喜欢天蓝这个孩子的。怎么，酒都堵不上你的嘴？干什么？我现在提都不能提啊！不能。你也蛮好笑的，好端端的你就跑了，你让人家怎么想啊？哎呀，好端端的，怎么有人越老越八卦？你提醒我了，我现在得八卦一下。我现在就给他打个电话，问问他是怎么想的。哎，不敢。要不要打开看一看？不管了，明天再说。你累不累啊？你们这是不是太累了？对，说得很对，就是很累，真的很累。你知道我第一天见到冯天蓝，他那个啰里吧嗦的那个样子，真的让人很烦也很累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冯天蓝他这种老好人，他对所有人和所有事儿都毫不拒绝，但是我们认识的时间太短了，很多事情我不确定他知道了会怎么想。你这样讲好像是。我知道他对我很好，但是我忍不住想要试探他的底线，所以一直都在折磨他。可是我不管我怎么折磨他，他都能扛下去，这反而让我越陷越深，越来越离不开他，这样对吗？你脑回路是不是太清奇了啊？我，哎，人家对你好有错吗？啊？你不要太作了好不好？我作？一天到晚就知道折磨我。死就死吧。王熙凡，王熙凡是谁啊？对啊，所以就是因为他对所有人都太好了，你就不打算见人家了。对啊，那不然呢？是你们这些搞艺术的人的脑子吧，我真的也是不太理解。不害怕，我怕喜欢的只是对方的表面，我也怕自己不停的折腾。我对他没有信心，我对我自己也没有。我其实是有点担心冯天蓝他，这点考验都接受不了，那谈什么未来，对吧？题我已经出完了，就等他自己来答吧。
怨自怨。老张子轩，杀人案悬疑推理。冯天蓝，现在几点了？你给我打电话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组长，我忘了看时间了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是这样，您知不知道一个叫王希文的作家呀？王希文？你怎么知道王希文的？王作家给我寄了一本书。啊，知道了，明天再说，挂了。喂。明天再说，我今天晚上睡不着怎么办？信息了，嗯，一切还算顺利。组长，谢谢你。哎，好，我去安排下一步计划。挂了。妈，你这样好吗？等等，先问问用不用给钱。免费的。所以说，王葡萄真的就是王希文，所以他回你消息了？没有，不过他寄给我了一本书，还有一个地图，我看看。组长，这本书我已经翻过了，跟葡萄之前那些书的风格完全不一样。你刚才叫他什么？葡萄。嗯？嗯，哇，好怀念啊！这是王作家来咱们这儿写的第一本书，当时我还看组长经常翻看来着。我看看啊，嗯，是粗糙了点，再怎么说也是王作家的出道之作呀，值得怀念。我说我今天约的是组长，你们俩为什么也在这儿？我还没吃晚饭呢。我们来杯冰水吗？二十五一杯。那就别有水了。我来杯冰。我们能不能从这本书里先找找线索？你看啊，圆圆、紫云、老张，这都是这本书里他的同学。我姓张。我是圆圆。我叫紫云。紫云不是女孩吗？你这是姓名歧视。你啊，所以交换人生里面那些人物跟现实是没有关系的。交换人生？嗯，其实你说的交换人生吧，确实。嘘。哎，小芳是咱们自己人，没什么不能说的。
啊？王作家跟他前夫是在大学认识的，那是他师哥，叫梁文凯。小西，西哥你来了。对啊，放假了，来看看你。走吧，吃点东西去。师哥，天天给我打电话，我室友他们都管宿舍电话叫王新闻专机了，都有意见了。送你的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时联系了。最新款，喜欢吗？喜欢是喜欢，但却不太合适吧，师哥，这很贵的。给我自己喜欢的女孩送个小礼物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这人最开始的时候啊，还人模狗样的，对王作家还算不错。可没想到结完婚以后，这男的就像是变了一个人，经常对王作家拳打脚踢。后来王作家刚开始写书的时候，这男的就百般阻挠，所以王作家每本书里都会有一个危险的男人，《交换人生》里那个网红的前夫，应该就是照着姓梁的写的。这个人渣，要不我们报警吧？有光已经帮我处理过了，离婚协议也拿到了，地址也改了，可以的，你放心。我能不担心吗？你说你这刚出了新书，后面如果他再来找你怎么办啊？组长，要不我们改个名字吧？书稿我会按时给你交的，放心。书稿什么的现在都不重要，真的。要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文化人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你看我怎么能啪啪啪动动？我一会蛇卷，我插他眼睛，嘿。我踢，改一个什么名字呢？王飓风，王葡萄啊，王葡萄，王葡萄很好，王葡萄，王葡萄，改过名字，做个重新的自己。也没什么不好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那他前夫现在什么情况？我听说他后来啊，被纠缠上了，每过一段时间就搬一次家，尤其是后来还改名换姓。不过从那之后就好多了。但是也有坏处，隔三差五的搬家，连我们也找不着的。
我们好像都不太了解王作家。怪不得我现在联系不上他呀。你那不是联系不上，分明是人家不想理你。哎，这不还有张地图吗？王作家留给咱们的，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线索。我听说有一种药水能显影，通过加热我们就能看到平时看不到的东西。哇，试试。我要火。明白。还会抽烟呢，管抽呢。哎呀，拿起来。现在怎么办？我想到一个人，他一定知道王作家在哪儿。谁？露娜。露娜。对，露娜，这是我们唯一的线索了。说不定他还知道点什么。是谁让露娜成为唯一的线索呢？你这说这话就没意思了。这不都已经都这样了吗？哎。你们记得吗？之前有一次，咱们三四个月找不到王作家，最后还是在人 Luna 那儿找着的。对，对，找 Luna。原来他在最后的秘密里写的，就是他心底最深的秘密。欧布唐，不愧是你啊。看来露娜是找到王葡萄的唯一线索了，这可能也是我最后的机会了吧。喂，组长，我跟你说啊，哎呀，你别啰嗦了，等会儿就按咱们的计划办事。他人都来了，啊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冯天蓝，啊，啊，老张给我打过电话了，请进吧。好。可以呀，王葡萄，长得还挺帅的嘛。哈，这就是罗娜，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。您就是露娜老师？怎么了？是不像吗？不是，像，像。只不过，只不过跟你想的不太一样。是。那个露娜老师，我不知道他。最后一页，我是杀死变态的女杀手。这个呀，黎明之后我是受害者。反正基本上每本他的书里面都会有一个我。但是现实生活里，我就是个被孩子困在家里的宝妈。
但其实我原来挺风光的呀，我和西文一起入职的那个设计事务所，我可是做到总监了。现在是被柴米油盐困住了，带孩子带的我都肩周炎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跟你说这些干嘛呀？不会。我听老张说了，你是来找西文的吧？那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们俩是作家。和编辑的关系，对，作家和编辑的关系。那就是工作关系嘛。那你对他这么上心？这不是说好。书稿，果然和西文说的一样，那就对不住了，冯先生。我打个电话，稍等一下。好。喂，啊，现在吗？那我马上到啊。哦，冯先生，我有急事出去一下，你得帮我看会孩子，好吧？不是，等我，看孩子。对呀，看孩子。那个罗娜老师，咱们这刚见面，这不合适吧？你不是新闻的朋友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真的着急，我马上就回来，好吧？辛苦你了啊！不是，王葡萄，他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喂，组长，怎么样？啊，没问题。一切顺利吗？哎，你放心吧，我们家的玩儿绝对的精神粉碎机。我就在旁边咖啡厅。哎呀，放心吧。好嘞啊，那我先去了。拜拜。哎呦，太惨了！你就说你们是男女朋友不就完了？这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5个小时。一时之间，我竟然分不出王葡萄和这个孩子，究竟谁更折磨人？儿子，妈妈回来啦！妈，哎呦，宝贝儿啊，你都干嘛了啊？冯先生，我回来晚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你没事吧？那个罗娜老师，咱们加个微信吧。刚刚我灵魂出窍，发现找不到你。真不好意思。来，你找我。好嘞。哇，我通过您。要不这样吧，咱们去吃个中午饭吧。您肯定还没吃饭呢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一起吃个午饭。来，走。哎，我们跟叔叔去吃午饭。来，叫上叔叔一起去。走了。午饭。我当时就该走的。有一些美好画面会超越时间，有一些相遇会让命运重新装点，心事篇里的每个晴天，用微笑与信念去迎接。凋零的花朵曾经治愈了世界，种种机遇或许是在为某人铺垫，距离下一次欢喜却远，还需要经历什么蜕变？夜色灯火耀眼，纷乱却让我不想眨眼，在你的余温熄灭之前，坐在
色灯火耀眼，纷乱却让我不想眨眼，在你的余温熄灭之前，坐在我的旁边，总有些爱情不会变迁，给你的礼物装满誓言。请不吝